说老婆，有一些后悔都来不及的话，有没有？也会做出一些我觉得不一定会，觉得是对的举动，比如说热了就脱衣服。但是，难得有一个舞台，就好好的珍惜，对吧？我觉得你们来的啊，我已经脱了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说太多好了，不用唱的好吧？既然你们到现场喜欢我的歌，我觉得你们都是感性的朋友，你们都是懂音乐的人，你们都是有浪漫的血液的人。